下面介绍手掌全息定位。第一个是手掌体质的定位，体质区的定位，手掌体质区定位。一个人的体质是酸性的、碱性的还是中性的，可以从手掌上加以区分和认识，以观察到人的先天素质和后天保养的状况。我们看一下图啊，手掌上靠大拇指这条线过来叫做生命线，生命线所包容的区域定为碱性区，生命线包围的这个区叫做碱性区。那么这一部位大而丰满的，其体质属偏碱性。那么从头脑线，从头脑线以上到指根部，这个属于酸性区。那么酸性区越大，体质就越偏酸性。总之掌握这个原则，上面是酸，下面是碱。酸碱在人体有什么特点呢？在疾病上，碱性身体的人多数是属于阳气过盛的，就是生命线包围的这个地方越大，这个人阳气就越过盛，机能亢进，容易高血压、动脉硬化、脑出血、糖尿病，就比较容易从这方面发生这情况。那么酸性体质的人呢，多数属于阴气过盛，机能下降，容易患低血压、气喘、胃下垂、癌症这方面的疾病。那么酸性体质的特点呢，第一个，生命线比较长，所包围的掌区比头脑线所包围的比较大，你就对比了生命线和头脑线包围的哪个大。那么碱性身体素质的人，生命线包围的体质就比较大。第二个，手掌向下的时候，手伸出去的时候，拇指偏向拇指一侧弯曲，这手很多人离身的时候这样弯过来的，一般比较直视比较好，有些弯这边。第三个，手指间的间隙贴得比较紧，没有缝，身体比较偏肥胖。那么碱性身体主要是从这三方面。那么酸性身体的人呢，就是生命线比较短比较小，所包围的这个大鱼质的这个面积比较小，而头脑线呢所包围的掌区就比较大，那这个是它特点之一。第二呢，手伸出来的时候，手往小指方面歪，平衡伸出来不用你，它自然有些人往外面歪，那么这个是它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镂空手，我们说骨头比较大，这人比较身体比较偏瘦啊，都看见那个缝啊都露出来的。那么这种情况，这三点呢基本上属于偏酸性体质的人，酸性体质的人。那么酸性和碱性区基本上是一样大的话，一般都属于中性。那么中性体质的人呢，身体的适应能力比较强啊，身体素质比较稳定啊，容易心平气和，身体比较容易健康，有病比较容易恢复，就是别看这两个区域啊。那么这个就是手掌全息定位。第二就是手掌的三焦定位。三焦呢实际上是根据全息，我们这个手掌又可以分为三个区域。第一个我们叫做上焦区，
上焦实际上就是头脑线和感情线连线，这条连线以上这个地方两个手指同声串宽，这个属于人的上半部分，这个手掌这个宽度代表人胸部以上这个宽度。那么它主要是管人的心肺和头面五官的疾病，所以这个地区有什么问题，这个掌这个三焦有什么问题，就跟人的心肺和头五官疾病有联系。第二个叫中焦区，中焦呢就是在这个上焦线和这个拇指，这个拇指靠小指缘这一边平衡一条线过来，平衡一条线过来，也是两个手指宽的地方，也是两个手指宽的地方。那么这两个手指宽的地方为中焦区，中焦就相当于人胸以下肚脐之间这个反应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主要是肝胆脾胃大肠消化系统，说中焦是管消化系统。那么再下来呢就是下焦区，下焦呢就是拇指下中焦线以下到腕横纹这个区域，我们的手指这样过来。那么所以这个宽度就代表肚脐以下的，肚脐以下的内脏的反应。那么三焦主要是泌尿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腰腿的问题，从这里看出来。那么很简单，通过三焦定位，手指实际上就可以摆成六个手指宽度手掌。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区域，以观察身体上下行的气机状况，就是如果阴阳失调或者上下上中下颜色不一样，那么就反映身体上中下的平衡问题。那么一般我们可看到的，你看上焦区比较红就代表热，中焦区是脾胃的就代表暗的话，中焦区比较暗就代表瘀气滞瘀积，下焦区比较白就代表寒。所以人往往都什么上热下寒，上面喉咙痛，下面手脚痛。那么从这个三焦区就可以把这个人身，把这个人身上中下的状况五脏六腑给它一个定位，一个全息定位以后，就能非常清楚的大约知道你身体上下的一个状况。我们是又另外一个叫做九宫定位了。好了，我们看看九宫定位啊。那么古人呢就很喜欢用个八卦，把它分成八个方位。那么这八个方位在手掌里面，古人就是用这个来用八个方位来表示啊，来表示人体内脏的反射区，就是哪个位置代表人体的哪一部分，是吧？那么也有这种说法。那么我们第一个位置叫做乾宫啊，乾宫呢我们叫做是内分泌区，它位置在哪里呢？小鱼痣的下方，腕横纹线的上方，如拇指大。我们把那这个拇指很重要啊，因为在讲整个手诊的时候，拇指的这个定位啊非常主要的哈。好了，我们拿这个拇指到这个横纹线为止，好了我们这样按下来。那么这个位置这么大一个范围，就基本上我们叫做前区啊，前宫也叫前区，我叫前宫。那么这个地方呢往往是跟内分泌方面比较大的一种联系。那么它主要反映什么呢？主要反映是它
糖尿啊，痛风啊，小肠啊，阑尾啊，等等一方面的这方面的情况。好，那么先定下来，那么定位是非常重要，把这个定位定好了，然后这里有什么特点，有痣啊、斑啊、纹啊、冲啊、痣啊，有什么东西，就说明这是哪里的问题，是吧？定位是非常重要，在手上，没有定位的时候，你就很难搞清楚了。至于什么颜色、有没有斑、有没有纹，那是小问题，最关键你要定位不能错啊。第二个是看了，我们叫看宫了啊。那泌尿升级呢，就这个宫呢位于什么地方呢？就位于我们腕横纹中间的上方，还是用那个拇指，一个拇指这么大，一个拇指啊。那么我们用个笔对这个拇指一画，就是那么大一个地方。那么这个是表示一个肾和泌尿升级系统的状况，所以这个地方有任何的异常，那就是泌尿升级系统的问题了啊。看宫呢，属啊属水，配那个肾的啊，配肾。那么这个地方凹下过重啊，纹路过多啊，男性很容易出现就是阳痿啊、早泄啊、前列腺炎啊、前列腺肥大，就看这个地方了啊。女性呢就容易什么月经不调啊、子宫肌瘤啊、不孕不育啊，那么这些地方就是看生殖系统的。那我们再下来啊，第三个呢，继续再下来叫艮宫，我们管这个是心脏区，我们是从这个拇指过来，心脏啊，这个范围那么大，拇指这个肉上这个范围，那么这个呢叫做艮宫。这个肉有没有弹性，这个肉出现什么问题，都跟心脏有问题，都跟心脏有问题，叫心脏区。心如果没有肉啊，肉很少啊，弹性很差，那么它这个的心血管循环系统的反应不很高了。所以捏一下这个我们就看到了，但是这个艮宫还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属土，还属于脾胃，脾不发湿的时候，我们就影响到什么，这个地方暗，肌肉暗，特别靠大鱼字靠腕横纹这边，那么它不能发湿，人就出现什么腰酸膝软了，其实这个地区就很容易腰痛。是往上面一点呢，是你看比较红的，那么属于心脏，往下面比较轻的，那么就腰腿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就是艮宫。然后再过来第四个呢叫做正宫，正再上来一个子啊，又上来一个子了，就是生命线上来一个子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正呢就是肝胆区了，正就是肝胆区了。那么这个区如果肝胆有问题的话，这个区就发暗，这个区发暗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什么肝胆方面的疾病啊，啊还有什么女的还有乳腺增生啊、胸闷啊、口鼓啊、口干啊、严重的肝炎啊、肝癌啊、肝硬化，都是从这个区。所以这个区不好都是肝胆的问题。首先你把它分成几个区，我是哪个区最不好的啊，因为将来要看是我这九个区哪个区最不好，哪个系统最不好啊。然后就性啊，就是先天区了啊。那么它位于食指，这个食指的下方，也记住也是个拇指下来的地方，表示个先天区。那么这个先天就比如先天的体质状况和后天的保养，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就表示你现在很疲倦，它不表示什么病，但是表示你很疲倦很不舒服，明不明白啊？表示一个这样的地方。
这个先天不好，体质就比较弱，特别这个肉都没有的话，这个比较扁的话，往往血压比较偏低的人，而且容易疲劳，而且是容易疲劳的人，是看这个地区，特别红也是容易疲劳，没有肉的话也容易疲劳啊。先看这个哈，然后再过来的就离区，中指下来，中指下也是个拇指，中指下来，这个是离，离区呢，我们是一个头面五官的区，头面五官的区呢，就主头面五官的疾病，所以头面有任何问题，就在这个头面处体现出来了。那么这里就很容易就这个地方红啊，有什么问题啊，就跟头面的关系，咽喉啊，是吧，眼睛啊，睡眠啊，失眠啊，多梦啊，它都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地区不好，不管太红也好太黑也好，都是五官的问题。那么再下来呢，这过来了一个个区啊，一个个区过来，然后这个叫做坤宫，坤呢就是胸肺区，胸肺区，那么唯一它是这样两个，无名指和小指下来两个地区打横，感情线的上面啊，它这个呢就是胸肺，实际上就是呼吸系统的问题。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有任何异常点，都是呼吸系统的问题，都是呼吸系统的问题啊，气管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女同志还要注意，这个地方要是没有什么肉的话，往往不育不认的人比较多，除了这里刚刚这个地方没有肉，特别扁下去泻下去的话，那么这个不育不认的就容易出现了。啊，我们继续下来，对宫，对啊，对宫呢就是肚腹区，就是我们的大肠方面的问题了，是肚腹。那么再下来啊，再下来感情线下方也是这么一个拇指的位置，感情线下来就是一个拇指的位置，下面这个拇指呢就是前宫了，又回复到第八个呢，这个就是对宫了。那么这个地方有任何异常点，特别是容易红白相间的，往往是提示大肠的功能紊乱，甚至小鱼质有异常的，那么都跟大肠有问题了，小鱼质。那么八个谈完以后，就中间一个拇指那么大，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实际上呢叫做中宫，中宫呢就是个消化区，就是一个脾胃的地方。那么中宫呢，如果这里有很多文献很乱的话，它就有情志上的困扰，就是七情所困了，喜怒哀乐忧思悲恐，反正心情很烦恼，哎，他就很多文，所以有一句话就文乱心也乱，哇，这里好多文的时候心就乱，他心乱的时候，他不但引起人的心乱，还要引起什么，容易什么吸收功能不好。反正中间你要知道，反正刚才讲这个手纹多几条纹都不好，是不是啊？像刚才那个这里多条纹你就会瘦一点的，啊，减肥都比较快一点的，是不是啊？是吧？如果纹都不是，说我们有一句话叫纹冲自破，就是破就是破相了，人家讲刀痕啊，开刀动手术啊，那些都破啊，痣就是我们所说的斑啊点啊，纹冲就是哪条纹隔着你冲着你都是不好，除了妈妈给你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中宫虚热啊，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是这样摸这个手呢，是不是啊？摸摸这个手，我们这样摸一下，掌心发热就虚火上升，植物功神经功能混乱，就有一种慢性消耗性的疾病了啊，这个人就心火盛啊，不舒服啊等等了啊。中宫寒凉呢又不好哦，就脾胃消化功能不好，心血管系统不好，两个系统不好，所以这里苍白也不是很好。那么还有最重要的第四个，中宫是代表在手的反射区里面，中宫是代表脾胃区，
说这个地方有任何异常，首先就会这个地方不舒服。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一看九个宫，你学会看的时候，首先把这个手掌分成九个部分，先找常色。什么叫常色呢？就是整个手指，你看我整个手指，都比较偏，白红一点，是吧？红中带白的这个颜色，哪你一看哪里最轻？这里比较轻，就要差一点喽。哇，这里是中间轻，那么你就胃差一点喽。说这胃可，如果轻得很厉害，就胃痛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症状的判断，但是先定位蚊虫自破、斑麻痘疹，是吧？等等，只要出现什么的问题，就是哪里的问题。但是有什么问题，就要看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但是起码你要知道它有问题，是不是啊？有没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好像洗光照的时候，一照有个东西，是不是啊？有个东西，那究竟是良性呢，还是癌症呢？那再看它边缘清不清楚，圆不圆润，再验一下血，是吧？但是起码你都要知道，哦，在肺里面啊，起码哦，在胃里面，你都首先要知道，它肯定有问题，只不过是良性还是恶性为主的嘛。但起码有个东西你要照出来。那么我们在手也是，你起码看出这个问题来，你要找出九个点之中，一定要看大部分的颜色。叫做常色，你要掌握哈。大部分的颜色叫做常色，我整个颜色都是这样的，你看出来。然后你就看哪一个点是特别差的，哪个点特别，那个地方就有问题。那个点属于哪个区，就是哪个区有问题了，就要注意这个区的问题了。特别晦暗的，没有光泽，说明就很严重。那么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区，就便于对比观察。观察是什么？蚊虫自破、斑麻痘点等很多异常的东西，观察出来就可以了。但是你起码我都知道它在哪个点。那么这就是九个区的区分，一般有这样的用法。那么根据这样的特点，我们再看了手掌这个气色以后，再看看手背。那么这里手掌代表了人的五脏六腑的反射点，可以在这里，哪里有问题，这里表示出来。那么手背呢，我们的手背就反映了人背部的整个全息，背部等于背部啊，等于一个背部。所以这个后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整个后面这个背部。那么我们同样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头的后头的问题。那么我们这拳头稍微抓紧一下，那么稍微抓紧，这个中指的指掌关节是不是凸起来？那么这个地方就刚刚反映了人的一个颈椎，就是我们的手摸到脖子衣领后面这个颈椎，第七颈椎不是有个凸起来的骨头吗？第七颈椎。那么这个呢就很相遇这个凸出来的地方，这个啊，比喻起来就是这个地方背部。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的手这样抓紧的时候，这个颈椎有没有问题，你就看这两边了。一般比较正常，两边都是很平和，两边都比较平和。但是如果你说这边的骨头突然是大了一点，不是很圆滑啊，形状两边一样就正常了，颈椎没什么。但是现在这边好像偏大的话呢，那么这边靠小指，属于人的什么右侧，就右侧的颈椎就不是很好了，有没有增生啊，颈椎不是很好。那么反过来，如果这边的颈这个骨头看上去畸形啊，大了一点呢，那么这边靠拇指，是人的左侧不是很好。那么看这个最容易看颈椎了，是吧？稍微拳头捏起来就看到颈椎的整个这个骨头应该是比较圆和四面是一样，哪面异常的就哪面有问题，那就看颈椎了。多数是哈，哪面有异常的哪面不，甚至你不看稍微摸一下你都觉得哪边不好，
说哪边不好，说这边大，这边颈就有点问题咯，啊，不平和啊，这个是关颈椎的，是吧？好了，然后我们看看食指的这个关节，那、啊、食指下来这个关节，这个关节不是很好的话，那就代表靠什么？左边，就左边的肩周不顺，再有青筋你就已经痛了，那么代表左的肩周的问题。那么小指这边这个骨头不是很好，就代表右肩的问题，那个肩周不顺。再看看有没有青啊，有没有青筋啊等等，它就有这个问题了啊。那么这个是代表颈椎两个肩了 啊，这跟人的后面差不多。好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手背的青筋凸起扭曲，有黑斑，有结节，甚至摸上去有痛点，那么就反映你的腰背有问题。说很多老人斑啊，青筋凸起啊，这个人的腰酸背痛，容易腰酸背痛。那么一般我们这个中指下来这个掌骨是代表了人的我们的脊柱，这腰背的脊柱。那么所以这里摸上去有疙瘩，有黑斑，有异常点，那么你的腰就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稍微要摸一下看看有没有疙瘩不平啊，有什么，那么就证明腰不是好。如果你看都看见有黑斑，有青筋凸起来，这个腰背都不是很好。那么一般呢，就是我们一般是这样，三分之二以上都属于背的问题啊，三分之一以下都是腰，都是手腕这个地方，就是腰的问题啊。那么你看哪里有斑有点，两边的就两边腰肌咯，中间的就腰椎咯，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手背都反映到这个问题。那么在手背看呢，再看一个，就是很多人的手背比较油发亮的啊，我们往往就是湿气比较重，像涂了，我没有涂那个化妆品，没有涂雪花膏，但是这个手看上去好像很发亮的啊，我们看一个啊，这手比较发亮的呢，它就容易腰酸背痛，而且腰是酸软，就是湿气比较重了，湿气比较重了，是不是啊？如果从手指开始发亮，这个人就疲倦了，如果下到手掌都发亮的时候，就全身性疲倦，这个人疲劳过度了啊，疲劳过度了。好了，我们再看手，我们再看看小指呢，我们有些现在颈椎病的人比较多哦，啊，白领阶层的人比较多，老是低头工作。好了，很多人很容易手指麻，如果小指麻呢，往往是第七颈椎的问题啊，无名指麻是第六颈椎的问题啊，中指麻是表示第五颈椎的问题。那么很多人对这颈椎出问题，这几个手指都麻，一般呢它是一边的手麻，一边的手麻多数是表示颈椎的问题，但是有些人呢就是手脚都麻，这手指两个手也麻，脚也麻，那就不是颈椎的问题，中医是讲血虚的问题了，就是血虚，虚寒，血不能到达四肢，所以人就比较麻，知道没有？所以呢就要分了，很多人不知道，哎，一麻就颈椎，不是，四个手脚都是麻的，没有分哪一个特别麻，往往是身体血虚的问题。如果某一个手指特别麻，往往就是颈椎的问题啊。那么看这个手，我们也看到那么多问题，是吧？这个一个常识，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就把这几个区啊，手诊的这些先大家定个位，心中有数。那么在这个定位下，我们下一节就要讲手纹了。很多人呢
很开心就看手纹，因为手纹这些都很容易看，青筋很容易看，斑也很容易看，是吧？当你看其他颜色变化的，你说你白还是我白，你红呢，就很难了。那掌纹也是很容易看，是不是啊？先把最容易看的拿出来，是吧？先把最容易看的，哦，心中有个数，然后具体什么病了，就看气色。